你小心待会儿一张一折腾就给你那什么。他在后边，他说到那个后边那个，所以你们在你们一开始在吵的时候，你俩别停，是吧？别停，你把那个你的话，那个你也不能证明你就没上过二号房间，你把你的话扔了，然后他估计这个过程当中他才有可能回得来，然后正好他把这个一控制，这么说你裤子都上了，是吧？就差的就看时机点儿，好不好？哎，不是我啊，肯定不是我。我现在连想想二号房间，我都害怕。刚才我不断请你出去，谁上了？我呀，我跟林梅，我们上济南杀破个创可贴了，怎么了？我担心林川已经是光的。我也是。老白可以作证，我们只去了四号房间。我可不能作证，你当时又下去了一下。我下来拿烟灰缸找点防身的东西，谁知道你去哪？你找死！找死！你再说一遍！我也不是这证明。你有没有去？我没去二号房间，肯定去了。我没去，我没去。哎呀，那谁？等该你上车。我们云行。行，这么说，你们四个都上去了。哎，刘飞云，你可不能这么说。当时黑灯下火的，谁知道蒋师傅和张慧就没上？你，哎，算了，我觉得白秀清说的有一定道理。不管怎么说，大家都别想走，通通待在大堂，直到解散。好，停，来看啊。离开，都待在大厅里，直到警察来。然后打架的还互相瞪着啊。然后不打架的基本上劝架的，一看两个人基本不打了，他说的非常有道理，只能等警察来就好了。然后这时候纷纷说的全是正话，就等着我们拉架。对对，就等他们拉架。久了，其实我跟他们说了，正事已经说完了，出大事。对，正事完了。啊，这个，预备，开始。谁动了小雅尸体明明在衣柜，谁把他挪出来？不是我啊，反正不是我。我现在想想二号房间，我就害怕。刚才我和段旭出去的时候，谁上二楼？我呀，我跟林梅啊，我们上济南杀破个创可贴了，怎么了？我担心林川一个人上去不安全啊。我也是。害怕，我们叫着白秀清陪着我一块上来。贾师傅找不到手电和火柴，我们上的是拿打火机去的。老白可以作证，我们只去了四号房间。我可不能作证，你当时又下去了一下。我下来是拿烟灰缸想找一个防身的。谁知道你去哪？你找死！你找死！你别说了，我也能证明你没去二楼。我根本就没去。这么说，你们四个都上二楼。哎，刘飞云，你可不能这么说。当时黑灯瞎火的，谁知道张师傅和张慧就没上去？你，我觉得白秀清说的有道理。不用说了，啊，谁都别想走，通通带大，知道就行。谁动了小贾的尸体？小贾尸体明明在衣柜，谁把他挪出来了？哎，不是我啊，反正不是我。我现在连想想二号房间，我都害怕。我和段星宇出去的时候，谁上二楼？我呀，我跟林梅啊，我们上去拿沙发跟创可贴了，怎么了？我担心林川一个人上不安全。我也上去了，我和老白一块上去。我们是去拿打火机的，老白可以证明我们只去了四号房间。我可不能证明，你当时自己就下去。我下来是拿烟灰缸，我想找个东西防身。谁知道你去哪儿？你找死！你找死！你找死！
回来！我去没去？我就是没去。你，你们说，你四个都上去了。哎，刘飞，你可不能这么说。当时黑灯瞎火的，谁能证明蒋师傅和张慧就没上去？你，哎，我觉得白秀清说的有一定道理。都别选了，通通待在大厅，直到警察来，谁也别想走。